要为我们带来第二支的舞马。哇，我们看到每一个小朋友呢，穿着闪亮亮的、看似鱼尾巴的这个舞蹈服装哦。是的，即将为我们带来呈现的这一支舞马叫做小美人鱼，掌声欢迎。为我们带来第三支舞马，哎，又是不同的主题哟。